果以后你攻读的话，不是前面公司还有别的事情，以后就是家长一千，然后你自己一千，不用客气啦，没有没有，我已经拿定薪方案，好不好？要让努力的人有收获，有没有道理？对不对？不然我们在努力，结果后来都被拿去规划旁体啊，不是这里，好像是。哦，所以老师同学就这里，对不对？目前有一个毕业，哦，另外一个是在家教书，在家就读书。对，因为他身体不好。哦，好好。是。你别忙哦，你别笑。耶，请进，请进。哇，我们上次也是在这个教室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坐以前的座位，我同学坐，好像有点不一样嘞，哦。是不是教室重新有安排？同学坐这里。应该是。好，同学请坐。听老师的，请坐。那老师坐这里。就坐这里。好。好的。请坐。绿老师，然后坐啊。哦，很凉哎。老师，比七年级凉。嘿嘿。八年后。你那个拿出来啊。还会凉面吗？好。啊？好了，你到时再看状况，因为你昨天那天我问你说不用，所以可以。可以了，凯威要念呢、啊。要念一下，来帮我拿一下。那等下念的时候使用，谢谢啊。谢谢老师。那要如果他要念这个的话，凯威要念这个的话，你就念这个。Hello。对。Hello， 太低了。哎，来，凯威要念我的。哎，凯威念你，不能念、那个，不能念的像那个。我念我的，还有这个纪念总统蒋公了、哦。这两个，然后凯威念这个。好，赶快，你先念一次。谢谢你给我们共读的机会，谢谢你给我们共读的机会，让我可以从困境中走出来，也让我知道要培养良好的品格。我会努力学习并认真做事，要冠军竞赛。好，那你就念这两句。那凯威有写吗？自己念，凯威有写啊。那凯威，你念你自己写的好了。对啊，念自己写。我看看你有没有认真。先预习一下。对，等一下，都是你们。我看看你讲的，我会不会哭？我会不会哭出来？要我哭出来才算哦。就是不要念那个的。帅气的军生老师，非常感谢您这两年来金钱的支助，让我在经济上得到很大的资源，更感谢您这一年来的教导，让我学习一些天赋，就是学习得到一些天赋。我讲第一点，天赋要用在对的地方。哇。二点，要帮助弱小。第三点，让别人能够信任你。第四点，讲话要诚实。我会记述您教导巴菲特名言：品格大于能力大于聪明。凯威敬上，笑脸。哇！是在练习吗？还是笑脸有一点话的话？要练习，对练习。等下我先，去那个，我先去健康处拿一下那个人工泪液，先点一下这样。点一下。哦，太感动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机器人爸爸，芭比聊天那个机器人爸爸。对啊，不错哎，讲的蛮好的哦。对啊，我来练那个谁啊？那个张浩佑。林晨毅。我是佩杰的杰写错了。哦，好，来，谢谢。去年也是错这个字，今年错这个字。对。喂。有感
去年在握手，今年是。对，对。哦，他还可以改。哇，现在已经可以触控了呢，现在已经触控面板呢。对啊。哇。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一台这个。很酷哎。先哦。我现在黑眼圈有超级重的，有啊，这一圈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刘老师，这两个呢？我自己弄伤我自己，然后导致黑眼圈超重的。你不能手一直碰那个，它声音会收进去，拖太久。感觉眼睛干巴巴的。你也需要人工泪液吗？没有。上一次见到这俊生哥、俊生老师是什么时候？凯伟，那等一下那个麦克风啊，换、到谁念的时候，你就拿给他，这样好不好？应该你们两个一个就好了，没关系，念完再放给他，然后一个是要给校长。對對對哦，没有校长还有啊，我们总有四颗哎。哦，对对对，校长。好，你们两个就一起来用吧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用那个。那我们拿起来，拿一个。对对对。凯伟，一个先给我一下，谢谢。哟。手太短了，那会给校长。根本就是你先念，你念完之后，你念完之后就是凯维念，你就给凯维。凯维，你念完之后就把就再给学姐，好，就再给学姐，他们三个一起就。好。现在是几个人要念？三个人。念三个吗？因为刚刚绿老师把跟我说两个。因为凯维他自己说他要念他写的。好，赞啊。所以那凯维要第几个？第一个念。他第二个。第二个。